今天拆个猪油渣，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两个口味的啊，这个是原味的，然后这红色包装是香辣的。其实这几个口味都挺好吃，总共是四个口味，还有个是椒盐的，还有个是烧烤的啊。来尝尝原味的，我手里拿这个是100克的，还有500克的，买的越多越优惠，给的量越多。这个是一盘的呢，五花肉，好大一块。太香了，我进去吃这个猪油渣都上瘾了。这东西太香了。这块瘦的多。